这儿，这里有小鼓包，沙滩上看见鼓包一定要挖开看看。哎，这是个海螺吧？好多沙子，海螺在沙地、泥地、礁石上都会出现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反正啊，有鼓包挖它就完事。露了个小口，这是个黄皮蛤蜊啊，挺大一个。这种蛤蜊煲汤可鲜了。这个形状是条鱼吧？果然没馋到吧？偏口鱼，它是个窝沙高手。带走了。这里有个黄金海螺，是个壳呀。就送给点红心的小可爱们吧。这是海星妈妈带着一群小海星宝宝出来散步的吧？这拖家带口的，行吧，就不抓你们了。每次遇到花旦蟹啊，他们都会毫不吝啬地表演窝沙的才艺，这个也不例外。你看，不一会儿的功夫没了吧？有个小伙伴非要看水母的脑袋，里面都是浆糊，它的触角是有毒的。我拿起来给你们看一下吧。哎呦，不行，完犊子了！一只小章鱼静静地吸附在石头上，哇，还想跑，小家伙，别跑了，跟我回家吧。像这样的小章鱼啊，一口一个，嘿嘿，收了，带走。